但是起码得到位。你无人机应该对过吼，好，给继续水，我你个够救哈。但是到了以后，我无人机都无得啦，所以无人机自动返航了。我起码真正不知道伊的行踪。是讲担心，丢你无去，那有可能啊？我来去找伊。子晨，子晨，即摆唔知影应该担心在倒位，你是要去倒位找啊？我们杜公亮，我问伊就知影。是讲担心真正让你死去啊？我将我的命甲伊拼。我不想你去，爸爸救出来。你若是即摆去找杜光亮输赢，丹青的牺牲就枉费啊！大姐，丹青没牺牲，我讲过，我用我一世人照顾伊，保护伊。我即摆算是我亲手害伊的，我杜光亮，我要甲他一死。你大家拢伫。子晨，妈妈要甲你回信嘞，我无甲丹青顾好。什么事嘞？你一直甲杜国良做伙啊？你认识啊？丹青伫在倒位，伊安怎甲处理的？哈？紧讲啊！我干那知影？杜国良叫因两个细汉的甲丹青。更去打呀！你不爱我对呀、啊？所以根本无人知影，但是你都会。阿哥，迄个时阵，我有梦过丹青，我发现伊还阁有一口气伫个，因为迄个时阵我唔知影杜康亮伊摔落来安怎做，所以我就赶紧把我的手机啊藏伫个丹青的身躯顶。安尼就会当知影丹青即摆人伫啥物所在。是啊，子晨，啊你唔是有妈妈手机啊的定位？定位。是啊。小弟啊，小弟丹青啊，底下，来紧过，赶紧叫伊。你这是到位啊，胡良波，我手机啊，这不是我的手机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？跟我哄抬起来啊！救人啊！有人无？杜光亮，放我出去！杜光亮，救人啊！哎，这，这有生活的所在，一定在这，快点到山岗，好，快点！宋丹青，宋丹青，你念我了，你听到吗？丹青，阿姐来啊！我总算是找到你啊！丹青，你听起这条的，我知你上勇敢，上有胆头，你是海过这关的。丹青，你绝对别当我杜光亮称心如意的，你听我的，知道吗？但
心，丹青，丹青，丹青，你有听到吗？丹青，你给清醒了，丹青，丹青。你无代志，那无真正找杜光亮拼命。那你那么多功亏一篑，我无多想这么济啊。丹青，你看你有我尔重要，你若真正出什么意外，我真正不知我这公小弟会做出什么公代志。是讲，你是安怎找到我的啊？那是好佳哉，我边仔这个太太反应真紧，把手机仔放伫你身躯顶。啊，若无，阮真正唔知影要去倒位找你。若真正是安尼，恐惊你着。呸！迄单亲哦，是阮自身足无简单，才叫倒转来的呢。我不准你伫遮讲这歹去听的话啦。妈，多谢你啦。讲起来，你嘛是无性命危险。也杜光亮面头前，俺好担心。阿姨，多谢你，我真都要甲你说多谢，你愿意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。子孙和杜光亮比较，甲廖凯宏抬死了。都无靠阿联络啊，连林家伊拢无转去，伊的心情一定足复杂的。才会一个人来大饭店。你哪会知影对到这来啊？我都伫个杜光亮因家外口等啊。啊！看到你离开，我就偷偷啊！你哪个？你是卖官？我问你，刚是杜光亮派你来？你好可怜啊！我那是因为我看到你和杜光亮强逼，去把廖凯宏杀好死，我惊你的心情会不好，我惊你会想不开。回头哦，冤有头，债有主哦。虽然讲是阮自身提刀甲你杀好死，啊，不过伊是予杜光亮逼的啦。啊，你若是唔甘愿哦，你就去摕迄个钱找杜光亮啊报仇啦。
啊，千万莫找阮子孙，千万莫把阮子孙孤孤伫，好无？拜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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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托！姐姐，努力努力，跟走，跟走！啊，你人，千万莫回头，了解我。已经变作一只乌龟啊，对在恁的身躯边啊！我想，伊一定是死嘛无缘客，所以伊倒来找自身报仇的啊！啊！我心里，我心里是我无负责任啦！啊，恁爸爸还给我送边外卡电话给我，我都无接。还是因为我怕伊会来找我算账，我拜托你，你若要找哦，你去找杜光亮报仇，莫找阮子孙好无？拜托你，拜托。只要你莫甲杜光亮跟我的状况，我来帮你说。我绝对袂讲的，我哪有可能让迄只小狗当有方便的无？啊，不过我甲你拜托者，你甲伊哦掠去阴曹地府啦，啊，去甲伊关伫第十九层地狱，好无？啊，你的身体哪会受伤？你无死啊？无你是希望我死啊？啊，搁有啦，莫抓着机会找我投好吧？七阿仔，多谢你无死啦！啊，你阮子孙都袂变作三灵魂啊！多谢你！哎呦，感谢天公伯，感谢感谢感谢！宋凌峰，你敢是真心要跟我配合，去对付杜光亮，把我爸救出来？那是当然的啊！那杜光亮那只小狗，哪会当跟你爸爸比啊？伊害阮子孙，有证人配嘴烂呢，我哪有可能跟伊徛公平？阿姊，坦白讲，伊这届回事嘞，是我听过上有诚意、上真心的一届。为着爸，嘛为着要让子孙脱离杜光亮，我愿意相信伊一届。丹青，你愿意相信我？为着子孙，我愿意去看。好啊，我嘛需要一个伫杜光亮身躯边的人，甲阮配合。你这个墙头草就是上适合林顺。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做好墙头草这个角色的。好，妈，千万莫搁让我失望了。绝对袂，绝对袂。我嘛要甲你讲一句，多谢你救阮妹性命，多谢你，阿姨。子清，我从来没想过，我听你叫我一声阿姨，我还安尼流目屎。过去，我这么也对不起你，你还愿意放下你心内的怨恨，你给我一声阿姨。我无遐尼伟大，我只是无想要让过去的乌鸦把我拔掉的。我赶快给你顶条条，我一定会做到，让你的挽留有价值，我一定会。